OK，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知道你是生命的创造者，这一切属天属地的都是属于你的。神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啊生命的啊中间，我们能遇见你，我们被你拣选，我们能够好、啊、学习基督的榜样。 让我们在生命之中有光有热，神，让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生命之中充满了试炼，虽然我们的生命之中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逃躁，但我们知道那是出于你的手，因为啊你要领我们走上福音的正道。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每一天在这里，渴望讨你的喜悦。 我们渴望我们读经的声音能够上达天听，能够进到你的耳朵里面，让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的爱你。我们渴望我们啊、呃，这灵修的时间一直不断的持续下去，不受任何的搅扰。求神降下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啊生命的每一天里面都能与神相交。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哎，okay,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一卷呢是呃《列王记下》，《列王记》哈，《列王》就是很多位王，所以《The Book of Kings》我们要用复数哈，Kings，有好多位。那么在这些王里面呢，有好的，有不好的。从神的眼中，觉得他们是善的，也有觉得他们行的是恶的啊。每一位王都不一样哈、啊。好，我们先回顾看一下哈。 昨天我们讲到，就是在这个呃，这个王呢，他在犹大王，他在处理这些所有的这些呃呃，包括神的圣殿里面，曾经受到很多外邦人各种不同的邪神入侵，所以他要把他们整个啊、呃，全部都啊、呃，回归到只崇拜一位耶和华真神啊。然后在第十节里面，他讲说，他开始采取很多行动，哈、啊，采取很多行动。 Desecrated, desecrated，我们昨天解释了，consecrated 跟 desecrated 啊，一个是成圣，一个是让他不能成圣，让他成为污秽的所以他要处理掉这些所有的，让啊、呃、这些邪神的这些秋潭啊，这些呃当初给这些邪神烧香的地方，都要让他们成为污秽的，让他们不能再拜这些邪神啊。He desecrated. t o p h e t o、okay? k 他把这个 t o p h e t 这个地方呢，他也把它啊、呃、污秽了，就是让他不能成圣，不在这个地方再做任何祈祷了，因为这个是邪神的地方。Which was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In the valley of the Ben Hinnah。Ben Hinnah 呢，就是一个呃河谷里面、山谷里面。So no one could use it。他的目的，他为什么要 desecrated 他这样子，no one could use it。 没有人可以再用这个地方来 sacrifice 献祭，OK？他们献祭的方式呢？你看到后面就知道非常恐怖哈、啊。His son or daughter in the fire to Moloch。最终，他们献祭的对象是 Moloch 这个邪神哈、啊。这个邪神，他们是献祭，把自己的儿女献在火里面啊，在火里面烧死，来献给这个邪神 Moloch。好。 我们再看十一节，我们今天从十一节开始开始。He removed, remove 是除去啊、哦、，from the entrance to the temple of the Lord。OK，从这个 entrance，从入门的地方，一直到神的圣殿，哈，这一段，他呃移去了什么东西呢？The horses，那些马匹，that the kings of Judah had dedicated to the sun。OK，这些地方呢？ 当时啊，他们崇拜太阳。我们前面有讲过，哇，什么都拜哈，崇拜太阳，崇拜月亮，什么啊、呃，行星哈，呃，这些他们都都拜啊。他们当时呢，啊、呃，还崇拜这个，这里就是讲太阳，dedicated to the sun，OK，、okay? 这个是献给太阳的。 啊，所谓的太阳神吧，哈、啊，献给太阳的这些马匹，那这些马匹呢，是从入门的地方一直到神的圣殿，OK，这个是耶和华的圣殿了。但是因为他们后来信了很多外邦人奇奇怪怪的神，所以这个耶和华的圣殿已经不再是专属于耶和华的圣殿了，是一个大杂烩了啊。 OK，所以他把这些马匹呢，整个移开了啊，都都拉走了。这个是从入门一直到耶和华的圣殿呢，当时都有很多的马匹。这些马匹呢，had dedicated to，dedicated to 表示这是专门专门献给什么人的，专门献给太阳的。They were in the court near the room of an official named Nathan Malick、okay,。所以呢。 这个地方哈这些地方这些马匹，they 哈指这些马匹，这些马匹呢，它是 in the core in the core 哈，它是在一个一个小房间里面啊，near the room of an official，这个房间呢是靠近一位呃官员啊，这个可能是弼马温呢、啊，是吗？哈，养马的官啊，the room of an official 啊，一位国家的公职人员哈，叫做 method 啊、uh,。 Methane Malik，他的这个啊、呃、房子这个地方，他所在的这个办公室这个地方 j o s h a a then burned the chariots dedicated to the sun。另外，有了马匹呢，一定就有马车，这个战战车哈，叫 chariots。他就把这些啊、呃、战车呢。 也都烧掉了。这些战车是做什么用的？是 dedicated to 也是一样，专门献给太阳的，献给太阳神的啊。这些的马也是，马也牵走了，带走了。那个马车呢，把它给烧毁了。He pulled down the o r d e r s the kings of Judah had erected on the roof near the upper room of Ahaz. OK，另外他还把什么东西给,给拉下来了？OK。 好，oh, 这个地方呢，讲的是说，he pulled down 是拉下来哈、啊，把这个 o r d e r 那个地方有这个祭坛啊，祭坛，把这个祭坛也给拉下来了。这个祭坛当初是 the kings of Judah 犹大的王 had erected erected 是树立起来哈、啊，他们在树立起来的这些祭坛，这些祭坛呃放在什么地方呢？树立的位置是在 under Ruth，在这个。 房房顶上面啊，在这个呃房顶上面，在房子的房顶上面，near the upper room of a house. Okay,这个是靠近a house的这个这个楼层的上面啊，在它的上层地方所建的。所以这些altars，这些altars都是比较高的祭坛哈，祭在房子的上面的。And the altars Manasseh had built in the two courts of the temple of the Lord. 另外还有呢，另外有一些祭坛，the others 呢是 Manasseh 这个王他当时建的，他建在神的圣殿的这个两个院墙里面，OK，two、okay, courts。好，这个所以呢，神的圣殿应该就是耶和华的圣殿，可是他们当时已经错乱了哈，里面什么都有，就像个马戏场、马戏团一样，所以里面呢。 啊、呃，两个院子里面啊、哦，他还建了其他的圣殿，拜这些其他的邪神啊。所以把这个院子里的这些啊，其他的这些啊啊、呃、这些祭坛，就把它都拿掉了。He removed them from there 啊，还他把这些啊、呃、祭坛拿掉了以后呢，smash them，smash 是把它们打碎、敲毁。OK，smash、okay? 就是像我上次讲过这个词，就像你打土豆泥哈、啊，把一颗土豆。 砸烂了，变成土豆泥，那个动作就叫 smash 啊。他把他们整个都打碎了哈、啊，把这个祭坛都打碎了，to pieces，打成一块一块一块的小块的，and threw the rubble into the Kidron Valley 哈、啊，把这些碎片哈、啊、，rubble，rubble rub 就是这些垃圾打下来的这些碎石块啊，啊、呃、这些。 呃，这个叫什么？建筑垃圾哈，建筑垃圾。当初建的祭坛，现在打成一块一块的，就叫 rubble 碎石块。把、啊、这些东西呢，都丢到 Kidron Valley 里面，丢到这条溪的这个山谷里面去了啊，丢到那里去了。好，The king also desecrated 啊，这个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要用好几次 desecrated。 啊，consecrated 是成圣，desecrated 就是让他不得成圣，让他成为污秽的，让他成为不能祭祀用的。OK，所以这些邪神的地方全部一律通通都要 desecrated 啊，因为他们都是污秽的，他们不能够再祭拜这些东西。目的就是要啊，打破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迷信哈、啊、，desecrated，因为他们。 啊，这些都都是不是耶和华神的圣圣殿，也不是耶和华神的这个呃祭坛，是吧？哈，所以呢，他 desecrated high places，high places，我们翻译成秋坛啊，秋坛。That were east of Jerusalem，啊，这个祭坛这些秋坛呢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翻译作秋坛，就是有别于耶和华的这个祭坛啊，是不一样。祭坛我们用 o r d e r s high places就是拜這些邪神的地方啊。這個呢是在east of Jerusalem,在耶路撒冷的東邊,under south of the hill of corruption,這個是在這個corruption這這個這是一個山啊,它在這個山上面,南山的南邊這個地方。The one Solomon king of Israel had built for Ashtoreth 这个地方呢，这些地方，注意 the ones 哈，指的就是那些秋坛的 high places。这些秋坛呢，是当时你看上梁不正下梁歪，从他们的先祖所罗门王，以色列的王所罗门王的时代就建立起来了。The one Solomon, king of Israel, had built for Asherah。当时是给 Asherah 这个神所所祭拜的哈。好。 那这个 a s t e r i d 呢？他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哈？她是一个 vile goddess 啊、oh,，vile goddess 是一个很卑劣的一个女神。女神，OK，of、okay, the Sidon Sidonians，Sidonians 是西顿人哈，这是一个民族，OK，他们西顿人拜的这是一个很卑劣的一个女神。当时呢，所罗门王是来者不拒，因为他娶的妃子里头。 太太里面很多都是各路人马都有，各个种族都有，所以啊，这个老婆拜那个神，这个老婆拜那个神。那随着他们原生原来这个族的风俗习惯，就把各路的邪神都带进来了，哈、啊，带进犹太人之中了。那所罗门王为了讨这些妻子的欢心，也给他们每个人都建了奇奇怪怪不同的祭祀的神。好，所以呢，这个是当时给这个 Astroa o 这个。 邪恶的女神哈，卑鄙的女神，这是西顿人的这个女神，当时在那个地方建的。For Kamosh，the vile god of Moab，OK、okay?。然后 Kamosh 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神的名字啊，这个是一个很卑劣的神，这是摩押人的神啊，摩押人神。所以每个民族当时在这些啊、呃、这些这这些地方与犹是犹太人他们所生存的这些地方呢，呃。 进入加南美地以后，随之而来的这个地方土地非常肥沃啊，非常的很多的民族在这个地方，但是当时没有把民族清干净，所以就造成大家混居在一起，各种的信仰互相的就交错的影响啊。所以 Kemosh 呢，这里呢就是摩崖人的神啊，一个很卑劣的神，通通都是用 vile 这个字来形容，他们都是卑劣的神啊。And for m o l e c h 啊 m o l e c h 这个呢是。 Molek 这个神，我们前面有提到他哈。这个是什么人呢？是亚门人的神 Ammon，亚门人的神。The detestable God，detestable God，detestable 这个字是令人可厌恶的、可憎恶的哈。Of the people of Ammon 哈，是亚门人的神。所以各种神都有，一个一个都要捣毁哈。Josiah smashed the sacred stones and cut down the Asherah poles. 所以他们当时拜的呢，还有这些圣石、圣石头啊，比如说这块石头，哇，有神力了，有怎么样了，然后就拜石头啊，叫 sacred stone 啊，他把这个给打碎了，然后 and cut down 把它切下来、砍下来，什么东西呢？Ashra p o s e Ashra 是那个神的名字啊，然后它是通常在一个木头柱子上。 雕刻他的像啊，这个就像一个木偶一样哈、啊，把这个也给他砸碎了，砍下来了。e n c o v e r t h e sides with human bones，哈、啊，把这些地方都打下来之后呢，然后把这些秋坛的地方就盖满了，通通盖,盖满了。Cover 啊，是盖满了。c o v e r t h e sides with human bones，用人的骨头。 盖在上面哈，因为有死人的骨头哈，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洁的象征哈。既然用不洁的东西盖在这些秋坛上啊，这些打下来的什么石头像啦，或者是木头像啦，那意思就是这个地方永远不可能成圣，永远不可能再用它来祭祀这些奇奇怪怪的神了。好，十五节，even the o l d e r at Bethel，OK，、okay, 纵然是在 Bethel 伯特利这个地方呢，也是有秋坛的哈。 也是有拜这些奇怪神的。The high place made by Jeroboam 啊，当时呢，那个秋坛是谁做的？是 Jeroboam 这个王做的哈、啊。他是 son of Nebat，他是 Nebat 的儿子。Who had caused Israel to sin？g 这个王造成了以色列人犯罪。Even that o r d e r i n high place he demolished, demolished、啊。纵然他后来这些拆毁了。 虽然那些地方呢后来有拆毁了，但是这个历史哈一定要告诉你就，就是说到底是呃怎么样一一个情形哈。OK，注意这个 demolish 是拆毁，e and high place，even the o t d e r and high place he demolished 啊、huh?，所以那些祭坛啊那些秋坛全部都拆毁了。He burned high place and ground it to powder，哇，这个拆毁的。 这个勇气是十足，他把先把这个地方秋坛烧了，He burned high place，啊、uh, h i g h place 是那个秋坛，and ground it, 烧毁还不够啊，这个烧毁完了之后呢，还要 ground，it, 注意我们昨天学过这个字，它的原型是 grind 啊、uh,，grind 是把它搅碎了啊，烧了然后把它搅碎，to powder 把它搅成灰，and burned Asherah pole also。 同时，他也一样的把 Asherah 这个神的这些啊木偶像啊，也是一样烧毁了。好，Then Joshua looked around 好。好，look around 是向四周看看啊，四周 look around。And when he saw the tombs that were there on the hillside，当时他就看到那些坟墓，有几个坟头哈、啊，就在那个小山上面，山上有坟墓。He had bones removed from them。 And burned on the altar to defile it。所以当时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拿这些骨头啊、哦，因为看到有坟墓，就拿这些骨头 r e m o v e from them。这个 them 指的是那些 tombs 啊、哦，从这些坟墓里面拿出这些骨头来。然后呢，burn on the altar，把这些骨头在祭坛上烧了。烧了以后呢，defile 是污秽的意思。 啊，这是一个动词哈，让这个地方就污秽了啊，沾污了，把这个地方就给沾污了，把人的骨头放在上面就沾污了。In accordance with，这个是为了根据什么什么？OK，根据什么呢？根据 The Word of the Lord 哈、啊，根据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所说的话。Proclaimed by the m e a n of God，OK，、okay? 这是由啊。 The man of God 是神人啊，这个是由神人正式宣布的。He foretold these things。当时这些先知，我们知道，the man of God 指的就是先知哈、啊、神人。这些当时这些先知呢，事先 for foretold，他事先都有这样说说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告诉他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这都是神人先知他们传达神的话所说的好。 那么十七节,the king asked, 这时候啊, what is that tombstone, okay, tombstone I see, huh? tombstone, tomb 是一个石,一个墓,墓上面有那个杯, huh? 有那个杯,他说, the man of the city said, 好,就回答了, it marks the tomb of the man of God. Who came from Judah and pronounced against the order of Bethel. The very thing you have done to it. 好 这个当时in Marks 这个碑呢用来标记 Marks就是标记 标记这个墓这个墓, The tomb of the man of God 那么这一位神人神人的墓, Who came from Judah？这位神人是从犹大来的，and pronounced against the order of Bethel。同时呢，他来呢，他他来是怎么样？pronounced against 他对于 Bethel 伯利恒这个地方的这些呃这些神坛呐、啊，这些这些祭坛呐、啊，这些东西呢，他当时都是非常反对，他当时都有说一些什么事情。OK，非常反对。那这个地方就是。 标记那位神人的墓的，the very things you have done to it。当时他都已经事先有说了，将来会发生这些所有的事情。所以神人这些都是先知，他们都预先已经告知了以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情。OK，好。Well, leave it alone。他说：“哦，那这样子啊，本来他想看到有坟墓。” 那么拿出坟墓里的骨头，然后啊，在这些祭坛上烧一烧，就可以把这些当初拜邪神的地方让它污秽了，用人的骨头污秽它哦。但是这位呢，这个坟墓呢不一样，他是先知，而且曾经预告过说将来会发生这些事情的这样的神人先知的，有传达耶和华话的信息的人。那么我们我们不要这样做吧，哈，leave it alone，我们就不碰它，leave it alone，说我们不碰它了。 He said, "Don't let anyone disturb his bones." 不要让任何人哈 disturb 是啊、uh, 打扰或者是啊、uh, 移开 OK，所以不要让任何人去去打扰了他的骨头哈，不要 disturb 是搅乱干扰哈，不要去干扰到他的骨头啊。这位先知值得尊敬是吧哈？So they spared his bones. 所以他们就保存下来了他的骨头。 And those of the prophet who had come from Samaria 还有那些呢为耶和华传达信息的不是那些邪神的先知是吧为耶和华, Just as he had done at Bethel啊。 所以他 Josiah 这个工作很辛苦啊，因为当时这些邪神已经遍布很多地方，他得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清理。那么他做完了在 Bethel 啊伯利呃伯利恒这个地方之后呢，他就怎么样？Josiah remove and defile all the shrines and high places。OK，所以所有秋坛上面的当时的那些所谓 shrines，OK，、okay? 所谓的这些啊。

啊，所以这个上面的这些地方啊，啊，所这些都是以色列的王哈，Kings of Israel，他们所建立的啊，在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呢蛮大的哈，撒玛利亚有好多城，在这些城上面，他们都建了这些秋坛呐、啊，这些啊这些拜邪神的地方。That had provoked the Lord to anger，就是这些东西让神惹动。 啊，激怒了神的怒气的，让神非常生气的哈、啊，所以他把这些东西，一个是 remove，一个是 defile 啊，他把他们拆毁了啊，移除了，不然就是把他们污秽了，让他们没办法再用了，没办法再再啊，再再拜这些邪神了。好，二十节，Joshua slaughtered all the priests of those high places。slaughter 是屠杀。 把这些人都杀了，什么人呢？All the priests，所有的祭司，这些祭司是 Of those high places，是那些秋坛，在秋坛里面侍奉的祭司。秋坛就是都是拜那些邪神的，乱七八糟神的啊。On the o t t e r s and burn human bones on them。好，所以呢，在这些秋坛上面，所有的祭司，他把他们都给杀了。然后呢，在这个。 坛上面，在这些祭坛上面呢，他就呃、uh, 烧了 human bones on them，在这些球坛上就烧了人的骨头啊，烧的人的骨头，烧了人的骨头，这些球坛就永远不能再用了，因为他们已经被污秽了，不能再拜乱七八糟神了。Then he went back to Jerusalem。好，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之后，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The king gave his order to all the people.

Of the covenant，这个就是在约上面，这本约书上面哈，呃，它是有一本摩西所颁的这些律法书，这就是一个约，这个就是神与人所定的约，这本约书上面都有记载的哈，就如同我们书上记载的一样。来，我们现在就要庆祝逾越节了。好，二十二节，Not since the days of the judges who led Israel, okay. 从事实上啊，自从这个 The Days of the Judges，OK，、okay, 从士师的时代开始，Judges 是一我们前面有读过士师记是吧？哈，因为以色列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在之前他们是没有王的，没有王，但是呢，以色列中间出了很多的民族英雄，一些领导人啊，这些人不是王，他们就叫 Judges，他们是士师啊，他们一代一代的时候。 每一代总会出一些人，那这些民族英雄、这些领导人，他们就领导的以色列人哈，所以当时都是靠这些 judges。那么在那个事师的时代的时候呢，他们领导 who led Israel，他们是引导、领导以色列的哈。在那个时候啊，是呃，自从那那个时代都一直没有过。OK，nor、okay? throughout the days of the kings of Israel。 一直 throughout，一直骗不到，一直透过到所有的时间，kings of Israel 就是所有以色列王的这段时间的时候，也都没有。Nor 是也没有的意思。And the king of Judah 还有一直到犹大王的时候，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呢？Had any such Passover been observed？Observed 注意这里是动词哈，就是。 Pass over being observed 就是从来没有守过逾越节，所以在世世的时代啊，甚至一直整个呃，透过所有呃以色列王的时代，甚至犹大王的时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没有守过逾越节，没有过逾越节的啊，没有守过的。那么现在呢，是 Josiah 这个王呢正式宣布，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个基本的操作啊，我们要。 照当初摩西啊，所神透过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律法书，透过这个神与人订约的这个约书上面怎么规定，我们就回到传统，一步一步照着耶和华神的指示，我们来过。最重要，我们现在要开始庆祝逾越节了。好，二十三节，But in the eighteenth year of King Josiah，在这个 King Josiah 哈，Josiah 王的第十。 啊，eighteen 哈是第十八年，在他的第十八年的时候，this Passover was celebrated to the Lord in Jerusalem 哈，所以二十三章的二十三节特别特别的记载下来，这么多年世师的时代啊，犹大王、以色列王的时候都没有人过逾越节的，那么到了 Joshua 王的时候，他的第十八年好好的记载下来，这个时候开始他他们在啊耶路撒冷。 开始欢庆这个呃呃主耶和华的这个呃逾越节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写下来的历史上的一笔啊。之前他们都没有过逾越节的。好，二十三章二十四节。Furthermore，哈、啊、，Furthermore 是更甚者哈、啊，还有什么事情呢？还有 Joshua got rid of the mediums and spiritists。 这两个字我们都学过哈，就是这些教鬼的啦、行巫术的啦这些东西哈。那 j o s h u h 王呢，get rid of，got rid of 哈，原型是 get rid of，get rid of 是他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移除了、去除掉了，再也没有了哈。get rid of，把这些所有教鬼的、行巫术的了，the household gods，household gods，还有一些家里面的拜的偶像啊，家里面拜的神。 The idols, idols 是这些偶像，and all the other detestable things seen in Judah and Jerusalem，还有在犹大、在耶路撒冷啊，所能看得到的那些令人憎恶的那些东西，不管你拜这个神那个神，或者是一些迷信的什么东西，或者一些偶像家里面的什么东西，全部都去除了，他把这些东西都拿掉了。 This he did to fulfill。他做这件事情呢，是为了 fulfill 就可以完成、成就了。fulfill 是成就，他就成就了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w。这个就是律法上所要求的。他这样子做，就成就了律法上所要求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写在书上的，written in the book。啊，写在书上什么呢？ That Hilkiah the priest had discovered in the temple of the Lord，这个呢是当时 Hilkiah 这一位祭司他在这个啊、呃、神的圣殿里面所发现的这本书上面有记载的啊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他发现了之后交给王的秘书，王的秘书再读给王听，所以 Joshua 就知道他该怎么做了。这件事情的起源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呢。 j o s h 犹 n 王他所做的事情完全符合了在书上所记载的，根据律法的要求所该做的事情，他全部都做了。好，感谢神。二十五节，neither before 哈，这个 neither 也是一个否定的意思哈。呃，我们把这一节讲完好了。Neither before 在这个之前也没有，nor after Joshua was there a king like him，所以。 Before nor after,不管是之前也好，不管是在他之后也好，before nor after啊，不管在他之前，不管在他之后，都没有一个王像他一样。There uh a king like him who turned to the Lord, okay, as he did. 如同他所做的，有任何一个王在他之前，在他之后都没有一个我像他一样。 哪一位王像他一样是 turn to the Lord 是转向耶和华的归向耶和耶和华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王像他一样。With all his heart，注意了，他是怎么归向耶和华的？With all his heart，with all his soul，and with all his strength。所以他是全心 all his heart，all his soul 全性灵，with all his strength 所有尽他的全力的。 In accordance with all the law of Moses，这个是完全跟照着这个摩西的律法所做的，他是完全遵循摩西的律法的啊，所以他是一位非常特别的王。在这里呢，圣经里面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二十三章二十五节，好，我们今天停。